来吧，两个字的一个称呼。老公老婆。不对。小三情人。不是。他是称呼人的吗？是。男人还是女人？女人。女人。那这个称呼是好的还是坏的？不算好也不算坏，分在什么场合用。分在什么场合用？对。尼姑。不对。那我可以用这个称呼称呼你吗？暂时不行。暂时不行。那以后能行吗？以后说不准，那得看谁命硬。这你别笑。克夫。有人克夫要是克走了呢？我走了吗？